扇轻摇谈天下，斩酒作茶聊翡翠。芙蓉，芙蓉，什么是芙蓉种？我说来，今儿个拿一件芙蓉种，拿一件正儿八经的芙蓉种啊，就是这一尊。其实我们对于芙蓉种的一个判断有这么几个指标：第一个，底妆细腻度，它的细腻度是什么？细若凝脂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和结构感。第二，水活的通透度。您记住，芙蓉种不是细糯化，也不是细糯，芙蓉种是什么？在整体的冰感很强的之下，颜色和种水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既有那种水头的通透和冰透感，我们去看隐约都是可以透手的。同时，它的颜色又非常的清爽亮。您记住，是清爽而不是妖艳，它是在一种高级灰的色调之下所呈现的一种色、种、水三者和谐统一的一个状态。所以有一句话叫做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，对不对？水中生长而出的芙蓉花，伴着雨后清新的空气，才能让你看到一种粉粉的、嫩嫩的、清爽干净、艳丽夺目的状态。